如今当红艺人的标准配置应该是电影电视不断上演，广告代言一个接一个，各大活动频繁亮相，还有就是杜莎夫人邀您入馆。哎，你说到杜莎夫人蜡像馆，里面有很多的各界名人蜡像，尤其是演艺明星更受到参观者的喜爱。其实啊，能进这个杜莎夫人蜡像馆更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。最近曾志伟呢也拥有了自己的一尊蜡像，但是我觉得以他在演艺圈的地位和资历，这蜡像来的有点晚了。不是普通像，是太像了。一样。能让曾志伟发出如此赞叹的，正是香港杜莎夫人蜡像馆为他量身定做的这尊蜡像。除了这一身曾志伟在他主持的电视节目《蒋门人》里的夸张服饰，这尊蜡像无论是身高体型，还是面部轮廓，甚至嘴角上翘的弧度和眼角的鱼尾纹，都和曾志伟本人如出一辙，简直就像一对双胞胎。我一打开那个链，一看到吓我一跳，我以为我自己怎么在里面呢？还有没有从来没有那么近距离的看到自己的样子，才觉得哎呀。原来我自己那么帅的，我很帅。那天我来对颜色的时候，几乎我走遍了所有的每个不同的角色，每个人，每个他们的蜡像，我都觉得好像我的是最像。尽管比起其他不少艺人，曾志伟的这尊蜡像来的的确有点晚，但已经60岁的曾志伟显然对此并不在意。不仅如此，提起为蜡像量身的过程，曾志伟更是兴奋的像个孩子。几乎都好像没穿衣服一样，因为那个都是那种人家在跳现代舞的那种衣服，哎，很难看的，哎，现在想起来也恐怖。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子，他没穿随肉都量得很准，尤其是他这么专业，我就不好意思说，哎呦，我好累啊怎么样？因为人家都这样子了，我还能讲什么？所以看到这个像的时候，就觉得5小时没有白花。